搞什么？玩失踪还两天？我有些特殊的安排，但是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不会是玩滑板撞人要跑路吧？怎么可能？说实话，我不会妥协的。不妥协是吧？嗯，你看你懂不懂心？你哎呦，疼我！干嘛？我还没使劲儿呢。你想疼死我？我现在也就嘴上是男朋友的待遇，行动上就是个移动的沙包。人家想当沙包还当不上呢。哎，话说回来，你玩失联就玩失联，还特意来告诉你要失联，你这不就是找打吗？我就是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你了，所以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想成为更好的人就是玩失踪。就两天，两天以后一切真相大白。搞什么呀你？哦，对了，冰箱里放了这两天的饭，你记得按时吃，吃完了以后就可以见到我了。谁稀罕你的破饭？